爸，我想喝一杯。行了，您是客，红酒还是啤酒？就这个吧。爸妈，哎，感谢你们对上进的培养。哎，哟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买卖？这是什么买卖？这是？慢点，慢点。还喝吗？喝呀，爸。听说您规矩多，敬酒先敬几杯来着？这个三三不断，三杯齐步。那咱就喝个六六大顺，我敬您。哎呦，这，哎呀，妈，我敬您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哎呦，换了我怎么就不行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行吗？你现在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现在在欧家过夜，你的这个观点欧家过夜又怎么太老旧。反正我跟大梁也不要结婚了，你应该思想更新一下，就像这电脑一样。你出息了，不更新你就要被淘汰。谁答应你们结婚的？你是电视说话呀？啊，你跟他瞎掰扯什么呀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不知道屁股决定脑袋。说实在的，你难道不知道？您的反对，女人到了婆婆都一德行不？啊？啊？什么德行？咋了？争吵能解决问题，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啊。能解决吗？爸爸喝点水啊，来。不喝。我劝完他俩，我再喝。大家都别钻去了，这不就成了一家人了吗？来来来，咱先睡觉。不行，这婆婆太不讲理了，我今天必须得打抱不平。带着你这条手法，从欧家滚出去。长大以后呢，女孩就变成了女人，女人就变成了婆婆，是不是？那毕竟你也是女人。毕竟你曾经也是一个女孩啊，你怎么能做这种非女人的事情呢？我要是你儿媳妇，我绝不能容忍你这样欺负我，我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弄死你！睡着吧，睡觉了。哎哎哎，陈姐，你妈不会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妈知书达理着呢啊！这件事情还有待观察。别走！那这个事情我跟你说还有待观察。哎，别！你爸啊，是一个很朴实、很正直的人啊。你妈真不太就是哎，成不太神。怎么了？说我呢？怎么了？说我心术不正，成不太神。你躲那个心干什么？你没看人家姑娘说的是那个电视剧？她刚才说的是你妈，你妈上你他妈就是我。大娘，你净躲这个心。这个孩子，你说啊，还说要观察我，观察我。哎，酒后吐真言呢。哎呀，你别想那么多，行不行？啊？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啊，她对婆婆这个职务还是有一定看法的。哎，对我也是有一定看法的。他对我的看法倒是很准确的。耶 ，Kitty， 醉了。我去你们家，我喝大了；你在我们家，你喝大了，咱俩也算打了个平手。我没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吧？没有，咱们就一块看电视剧来着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劝那电视剧里一对发生矛盾的婆媳，劝了得有10多分钟吧。
完了完了完了，丢人丢打发了，你怎么不拉着我呀？我拉不住啊。我都说什么了？你说这屁股决定脑袋，全世界的女人成了婆婆以后都一个德行。罪过